星光明年舞，咁有無情寶劍、友情篇。有我哋劇團第一次做嘅青山客，我想問下在座有邊位睇過青山客㗎？現場喎，唔係 YouTube 喎。現場邊位？咁多位啊？哇，明燈姐，哦，明燈姐，哦，好多都睇過，不過好多都未睇過喎，啊？未睇過朋友咧，就要喺7月31日嚟沙田大會堂欣賞青山客。係啦，咁啊睇過嘅朋友咧，亦都係好有福氣啊！睇過星哥做嘅青山客啊。咁其他嘅朋友，當時你哋冇把握機會啦，咁就錯失咗一個咁寶貴機會。可以嚟睇嘅就係7月31日嚟沙田大會堂啊，補償呢、這個即曾經。錯失咗呢次嘅演出嚇、啊，你太細個係嘛？係啊，當時你都未出世，係啦，我都知嘅啦，係啦。好啦，今日8月1日，我同阿琪琪其實呢套戲咧係我同琪琪係好有，真係好有感情嘅，就係《雷鳴金鼓戰家星》。呢套戲係星哥第一次嚟睇我做戲嘅，就係、是、睇我做《雷鳴金鼓戰家星》。咁我亦都係借此機會可以跟到星哥學習嘅，就是、因為做過呢套《雷鳴金鼓戰家星》。咁啊，星哥睇完之後，佢覺得唔教我做咧唔可以，唔可以做壞佢嘅招牌呢套戲咁樣。所以咧，就佢叫我做完戲就上佢屋企，認認真真咁去學呢套戲啊。咁所以我同琪琪咧對呢套戲係有好深情意結嘅。咁啊，所以我哋成日都有機會就諗住攞呢套戲出嚟做，因為始終佢係星哥嘅，對於星哥嚟講，亦都係一套好有意義嘅戲。我想問下大家，呢套戲係星哥幾多歲嗰陣開始做啊？有冇人記得？記得嗰啲係一個資深嘅星迷，真係29歲。阿劉太話29歲喎，啱唔啱啊？係啊，星哥29歲，第一台做文武生係嘛？喺神功戲做文武生係咪啊？係咪啊？真係上位啊！上位做文武生就係做《雷鳴金鼓戰家星》啊！所以呢套戲對於星哥嚟講，或者對於我嚟講，都係一套好有意義、好有感情嘅一套戲。希望大家都係多多支持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多謝大家，我真係唔講咁多啦。謝謝大家，多謝，好，多謝。